你现在迫不及待等到吃你的早餐，对不对？你早餐吃什么？吃面包。早餐吃面包啊？哦，小龙姐今天感觉恢复咯，应该差不多早上八点就起床了，对，然后捣乱到八点半。哦，你也知道哦，对不对？捣乱到八点半。啊，在房间跑来跑去，啊，东翻西找是不是？你在找什么？看来小女人应该是恢复健康了，但保守一点，我今天还是一样给她吃面包。哦，如果因为小女人目前还没有正式的第一次大便，对，我如果她今天正式第一次大便。好，就表示他恢复健康了，那就可以吃大餐了，对不对？小林早安。小女，你的猫舌头跟猫手手到底真的假的？这是刚烤好的吐司呢，你就可以直接剥直接吃哦。还是你是看食物啊？喜欢吃的都不会烫，是不是？不喜欢吃的都好烫。今天的好吃还是昨天的好吃？哪一个？你想一下。哦，嘎吱嘎吱哦。是不是？就像吃饼干一样。对啊。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昨天那一种，白色的，还是今天这一种？有办法选择吗？还是全都要？你要哪一种？喝一点苹果汁，哦，补充电解质的苹果汁，好不好？小女午安，欢迎吃午餐啊。对，小女目前状况、精神状况、食欲，哦，各方面感觉起来都算正常。对，现在唯一差的就是她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大便，对，她左眼睛都没有拉了。哦，今天到现在目前食欲都很 OK， 好，那以防万一呢？哦，小女人今天中午还是吃白豆腐拌饭，对，可能要一直维持到小女人正式第一拉之后，哦，才能开始改变她那个饮食。其实你看，小女人白饭豆腐。就吃得很开心，而且吃得又快又好。那我们平常用那些奇奇怪怪的干嘛？小口，你有没有咬？刚才有没有咬？要咬啊！老师说你都没有咬哦。咬咬咬咬，咬一下，咬一下。好吃吗？小口，小口一点，小口，好棒。这个，那个是什么？骨头吗？这个不是啦，是血啦。好，小永群今天的晚餐。吃这个是大蒜鸡汤炖饭，大蒜鸡炖饭，里面还有冻豆腐，对，
没吃到。你还没吃到啊？那你看看你要不要吃吃看。然后有枸杞。你在播什么？大蒜。没吃到。因为都融化了。融化在汤里面了。然后满满的肉肉，满满的豆腐，青青好会自己吃饭了，对不对？要嚼，要慢慢嚼。然后芭比说：“你今天有饿扁扁，终于饿正常扁扁了，没有拉肚子了。”好棒，然后脸也好的差不多了耶。没有红红的了。剩一点点，但是还是有一点流鼻涕，鼻涕还是打喷嚏的时候会流出来。豆腐没关系，掉了就掉了，等一下妈咪捡。慢慢吃，君君慢慢吃，要嚼。你在干嘛？你在吸地吗？我也在吸床。吸床啊？哦，你在吸床啊？要。你要看这小红球吗？要。你看跳跳跳的小红球啊。对。来，你看。哇，这个小男生有的哦，我有出来。你有鼻涕，你有鼻涕。没有。咕咕咕跳跳跳，你在咕咕咕哎，跳到跌上去咯。哎呦，然后结果你看，跳到哪里去了？在哪里？上去的，跳到公车上面去了。大家都吓一跳。哎呦，司机先生说，你们快下车，车上太挤了，已经客满了，不行上车了。然后呢，你看小红车一直跳跳跳跳，快打到人家的头头了，打掉人家的帽子了，哇呀，大家吓一跳。结果你看不跳出去车窗外面，又跳到别人的车子顶上，然后又跳到了人家的脚踏车那边，快骑脚踏车的人摔倒了，又要跌倒，摔一跤了，然后呢，又跳跳跳，跳到公园里面去，哇，一直在树里面这样弹来弹去，坏掉，坏掉了，对呀、然后呢，还打到一个小老伯伯，结果他的树叶都掉了，都掉到地上去了，他扫地扫地。小的树叶都掉了，掉到垃圾桶里面去，把垃圾都打翻。然后你看这些小朋友，哇，玩球球玩得好开心了。然后呢，就掉到池塘里面去，哇，池塘里面的鸭子吓得呱呱叫，呱呱呱呱呱，鸭子怎么叫？呱呱呱。对了，鸭子呱呱呱，谢谢。然后呢？狗汪脏脏。狗汪脏脏。对，狗汪那个泥巴脏脏。然后你看，这个就脚打到那个北北的，就缠到那个泥沼里面，把北北的裤子弄脏脏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北北好生气，把球踢来踢去，咻嘣！哇，他掉到一个宝宝的推车里面去了，然后把宝宝吓一跳，就把球给就推出来，推到车上去了，又推到外面去了。结果他推到哪一台车上去呢？面包车上去了，好多面包哦！球球，对，有球球，好多球球在里面。把刚出炉的面包都弄坏了，
是砸到人家奶油里面，是砸到面粉里面，哇，弄得人仰马翻的，都差点把牛奶打翻了，有没有打翻？哇，怎么办呢、啊？哇、哦，这个球球好会跑啊，会跳哦。好了，就这样睡觉吧。你滚滚滚，你先去滚滚滚。哼哼，好，睡觉吧。好了，君君要睡觉了。君君，妈妈明天开始放三天假，可以陪君君玩玩了。你知道三是多几怎么比吗？三怎么比？一怎么比？二。一怎么比？君君会吗？一样。君君晚安，要睡觉了。嗯。赶快睡觉吧，妈咪爱你，明天跟你玩玩好不好？明天可以跟群群一起玩玩了，我们玩好多好多玩具。你一直拿那个放哪里的？小群晚安。小红裙大概花了三分钟就学会怎么收耳机了。对边吗？你这么厉害！天哪，你是天才吗？这个不是玩具呢、欸，难怪老师说君君很聪明。为什么聪明？因为君君后面的头发是尖尖的。尖尖的、哦，湘君，转过去，爸爸看一下。嗯，看那边，你看那边，转过去。看左边，对对对，哇，拍不到尖尖的。发尾发最后面那边，下面那边，后脑勺下面尖尖的，说是这是。聪明的象征。哎呦，你要拿出来，那你可以戴上去吗？他现在比较想要装回去。加油，加油！得意的笑，那个得意的脸，哦，好得意哦，哦，放回去，再见，要好要。